从那孩子身上，只要拿掉尹在人这个名字就好，在没有人知道的地方，让他过别的人生。一场意外让在人遗忘了过去。够了，不要再吵了。你是谁啊？我是叫尹在人的护士。涛的再次出现，扰乱了两个男人的心。我好想再次见到你，尹在人。3月5日晚间10点，未来戏剧台，荣峰的在人。